为确保全地区各族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从11月1日开始，喀什地区启动了第三轮全员免费核酸检测。11月1日24时至20日18时，喀什地区疏附县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，均为疏附县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筛查发现，均为疏附县暂缓乡相关联。